这次一个一个都考到这么差，尤其是第三题，在考试之前都不如我做了几百次了，你们还是做错啊？老师，你刚才讲什么？你没有专心听我讲话是吗？我讲在考试之前我们做了几百次了，你还是做错。几次啊？几百次啊？几次啊？我讲几百次，几百次，你是要我讲几百次？哦，老师，你讲脏话。